躁郁症和抑郁症的病人，适当的糖分是可以缓解他们的情绪，因为这种症状始源于小时候的生长环境。你跟你的父母关系如何？身边有没有什么比较亲近的朋友？ 结束了，今天到此为止。结束了，都过去了，结束了。 到此为止吧，我以后不会再回答你任何问题，请回吧。你这样逃避问题是解决不了的，你需要的是直面心结，打开心结。明天下午5点，我来找你。小白，你可要好好陪陪你的主人哦，不要让他再烦躁了。我没有烦躁。 走了，结束了吗？不，没有结束，一切都没法结束。